我是在哈密的一个建国南路，待会儿我们要去吃一家饭，就是我送过这家，名字呢是叫做一杆七抓饭啊。其实手抓饭的话，在新疆来说还是很普及的一种啊，可以说是新疆每个城市都有这种饭，也可以说新疆的一个特色。其实在哈密市区的也是有不少家做这个抓饭的，包括盛天也是一个连锁店啊，还有好几家。我们进来的这个是一杆七抓饭啊，这个是一个总店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边出餐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我刚坐下可能说不到半分钟啊，我的餐已经上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的话就是当地的一种酸奶了，因为这个酸奶本身是很酸的，所以这边服务员会给你加很多这种白糖啊，稀释一下，就是吃的话不会感觉太酸。其实手抓饭的话也是在新疆来说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嘛，它做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用就是大米配这个黄萝卜，就是蒸好的。那蒸好之后的话，上面会给你发上，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羊脖子啊，或者说羊腱子啊，还有的人可能是碎肉等等啊，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洋葱了，这个羊好像我看起来好像是那种调过的，就是那种调的，不是炒的。其实有些地方的话，它会蒸米饭的时候会放上洋葱、胡萝卜，还有这个大米饭一起去蒸啊。我就直接拿手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羊腱子，基本上和这个盘子大小都差不多平行了。这个羊腱子套餐是30块钱。那据说这个羊腱子都是先用来煮的，煮熟之后再用来烤，所以是特别容易撕烂。大家看一下，直接撕下来就把它烂了。它的外表皮因为是烤过的，所以来说挺吃起来的话比较焦，但是里面的话会比较嫩一点。美华一个香。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羊大腿的筋，白色的筋。另外我们这个米饭看起来是很大一盘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吃完之后还想吃啊，怎么办？可以续，米饭是可以续的，而且不要钱的。我们先尝一下这个米饭，这个米饭的话，据说也是用那个羊油啊，就是来一起焖蒸的。这个黄色的萝卜很好吃，入口的话就感觉就是。这个是香喷喷的大米饭，这个是一小碟洋葱，算是配菜了。这个洋葱是生调的，吃起来吧还是比较爽脆的。现在我来尝试他们的酸奶。其实人多的话还建议去尝试他们那个奶茶，奶茶的话是10块钱，我应该可以够3到5个人去喝，一个人的话估计喝不完，所以我只能要这种酸奶了。因为它上面放的有糖嘛，我搅拌一下。这种酸奶是相对来说很粘稠的。如果想体验这个原汁原味酸奶的话，最好你提前告诉服务员不需要加糖啊，可以尝试一下最原始酸奶的一个口感，因为加糖之后的话会有点变得有点偏甜。当吃饭吃腻的话，饭后来一杯酸奶还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直接用这个叉子就可以把这个骨肉是完全分离的。吃完饭之后我们回去稍微休息一下，等到傍晚的时候再去逛这边的一个步行街。像你们哈密郊外有一个魔鬼城啊，距离哈密市区太远了，所以这次就不在计划之内了。
我刚才的话就是在我身后这个一杆旗啊，抓饭家吃的午饭。下午两三点还是有一些人过来这边去就餐的，也有些游客，也有是周边的本地人，人均大概30到40块钱左右吧。然后有羊肉、米饭，反正可以。